另外一个第一是什么？中国外汇减少，我们连续七个月创造了我们历史以上的每个月的第一。现在已经开始从十一个周期日，就是十一天，每十一工作日又创造了全球第一。我们的外汇大量减少，贸易向下的外结汇方式已经彻底不能再执行下去。在香港以及在新加坡，在马来西亚周边国家，所有我们的这个贸易控制港已经大幅减少外汇的进入，导致我们海外的战略外汇迅速减少，从过去的季月已经到了十一个周日的减少。大家听懂啥意思了吗？共产党他是个报告工作，这是很周密的，你懂得共产党内部你才知道，就是他是每个季他报一次，每个月每天报，他从过去每个季说我下降了啊，我有上升，我什么下降，现在后来每个月下降，现在是十一个工作日下降，已经处在红线，就必须向中央红汇报了。然后你能看到他在这个周围国家呀，看上去是什么泰国公司啊、新加坡公司，实际共产党的这些外汇呢，他都留在外面了，就是到外汇所谓的藏汇结汇的事儿已经完蛋了，就没了，就你没有进项了，你只有出项，然后大量的外汇的汇出啊，形成了逆差贸易和顺差贸易双并行的不利局面。你看看，大家知道贸易不是说你这个顺差我那个就逆差，它有的是逆差，有的顺差，就完蛋了。逆差顺差双就是你这个东西不值钱的，你可能是啊，你这对你有点，你卖吧啊，你需要的芯片根本不卖给你，你懂我意思了吗？完了。